再一次令到自己更 fit 嘅。係啊，我仲係 YouTube post 冇錯啦。誒，可唔可以分享一下點樣可以即係令到自己修身修得更加靚咧？我呢排星夢 program 完咗之後，我自己忙緊嘅嘢就係我要翻學啦，跟住。 嚟緊咧就準備開劇，跟住又要錄主題曲啊、排舞啊嗰啲嘢，跟住同埋我呢排都拍緊一啲嘢嘅。拍緊咩？同小朋友一齊咯，遲啲就會知，好快就知噶啦。即係唔係話你哋每個人都有隻歌嘅？你收到未啊？隻歌？我就未收到呢隻歌嘅。 我想行啲 sweet 啲嘅情歌嘅風格咯，因為我覺得我比較適合唱嗰啲歌，即係會唱到嗰個感覺出嚟容易啲，所以我想有呢只即係呢啲類型嘅歌咯。咁啊，之前隻歌就出現咗啦，就出得曬啦。咁你有冇諗過自己嗰隻歌嘅風格會唔會同你平時想唱嘅歌有啲分別咧？我平時自己唱開嘅歌，我諗大家聽可能聽幾次就。 我平時都可能唱啲情歌，即係抒情歌或者慘啲嘅，咁我就想有一隻開心啲或者 sweet 啲嘅情歌俾自己咯。即係你都想啲隻歌係反差大啲啊嘛？係啊。